我差一点吓到你们都变好瘦。他是没看到我吧？认真看一下。嗨，配合他的脸。真的。这样。好久不见 CTO 学恩世伟与青刊政委再次光临一天都在新光阴，不仅上直播还要来请客喽。就是他们还不知道后面的工作比女团舞还要难，既然有饮料喝了，当然先让他们聊聊正事啦。我怕我会开反。哇，不是，哎，好像哦，哎，会不会四张都是同一张啊？我怎么那么刚好是你拿到？对啊，哎，真的假的啦？你跟他做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我要怎么做？你先做一模一样的这样。是谁啊 ？Who are you？ 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吧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是不是你跟导师有什么互动？是这个吗？是吗？是我吗？这张照片的重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照片的重点就是。我的手指非常的修长，这样漂亮。我不想知道。因为节目组好像有一个标题什么荷尔蒙，荷尔蒙。然后在那个高楼上面尖叫。你会跳一段？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那个，就扯领带嘛，然后就这种。好会扭，害羞啊，对，哎，好可爱。不知道子欣看到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？他有爱。哦，因为想要单飞。没有。哦。怎么会呢？我早就怀疑你了。你错了。哎，你看哦，他们去少年之名，人没有聚集，人没有回来，我没有钱赚。没有，开玩笑啦。今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对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非常非常想合体。合体是我说真的，就是从初舞台就是结束之后，我就哎，怎么突然有点真情实感，就真的很想，因为以前都每天都聚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开这么久，那就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候。就是我知道很多粉丝都很着急，想要我们有新作品啊，然后赶快合体，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快，但是我们会尽力的，就是。去做它，对。有请客，我们必须每个人都要点到一杯四季春梅的，然后后面有三杯，一夜就没四季春梅。现在我们每次一十个茶嘛，二三四四杯四季春青茶。突然觉得好抱歉。